人气话题来看到，又有鹰王盛开了。位在新竹观雾山庄的雾社鹰王，今年比往年早半个月盛开，如雪花般的花瓣相当的浪漫。还有人专程骑五个多小时的自行车上山赏鹰，就是要捕捉这一年一度的难得美景。雪白花瓣在树梢上摇曳，放眼望去如覆盖皑皑白雪，风一吹花瓣掉落如细雪纷飞，仿佛置身在童话世界。有吗？有啦有啦，继续。看到难得一见的雾社鹰王盛开，游客兴奋做出各种姿势取景拍照，很漂亮，很棒，比山下的好看。比粉红色的开的还要更多，为了它，为了樱花，樱花爷爷，值得，值得，值得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真的超好看，不用出国看的。惊叹超漂亮，还有人大老远骑了五个多小时的自行车上山，因为雾社鹰王爷爷位在雪霸国家公园观雾森林游乐区。雾社鹰王是台湾的特有种，花瓣洁白，而今年比往年早开半个月，现在已经接近满开。今年好像提早了将近半个月，像现在是三月初，几乎花就快要满开了，到差不多九成了。山庄业者估计，预计下周会满开，接着马上就落花，短短一两周的时间就会迈入花期尾声。想一睹这梦幻美景，可要把握时间。记者徐日谦新闻报道。